群人在烤火，也是外国人。你知道看到外国人不免俗，我们就是要来问问看他对这边的感觉。I thought it looked cold. And like I wonder who did it. And it looks extremely nice. The candles and the little snow huts. What I think is really amazing is when you go into the snow huts with the school kids and they make the mochi for you. That was such nice. 瓦吉跟甜酒是他们这个雪屋季会准备给大家的食物。对，让民众来免费体验。まさか作らせてくれると思わなかったので、とっても嬉しかったし、で一緒に作れたのがすごい良かった。对，就是完全被惊讶到，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人间的银河系的感觉。上一集我们在东北山寺提到，祈福列车还没靠站。这趟我们来到秋天的横首雪季，截然不同的体验与祈福仪式，保证让你印象深刻。米水他们现在在排队，是在排什么？正在排就是那个横首线那个雪屋的体验，那它只有限定2月15号跟16号两天，那它这边就是开放的空间，就让你进去雪屋吃马吉喝干酒，享受就是在雪屋里面吃东西的乐趣。就等于说，除了看很浪漫的这些烛光雪屋之外，它有一个这样可以进到这个很大的雪屋里面的体验，对不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刚刚这样排了三个半小时，总算排到了，是不是？我觉得有5、6个小时。哎，哎，哇，哦 ，so warm，hello，hello， 所以明天我们现在是在，我们现在雪屋里面，超棒的。所以他们是在准备食物给我们吃，对不对？对，他们非常贴心，这边准备了那个烤马吉。所以马吉跟甜酒是他们这个雪屋季会准备给大家的食物。对，让民众来免费体验，就是你，因为现在外面非常寒冷嘛，至少是有2-3度、0度了吧？嗯。因为现在越晚越冷，那所以他们就是。横首市的人，他们就会准备就是马吉，就是让来参观这个雪季的人可以享用。啊，这个历史好像我在网络上查有好几百年的历史。对，这个横首的那个卡玛库拉，它叫卡玛库拉，就是雪屋的这个祭典，它其实有450年的历史。450年，哇！对，那。当初呢，其实，在横首市这个地方呢，它的水源非常不足，他们基本上都是打地下水去取水的，所以一个水源很不足的地方，他们当然是要祈求水神的保佑，就是希望涌泉不断。所以你会看到它在这个雪洞里面，它有这个水神山马，从450年前就是开始一直持续不断的祭拜水神，希望那个水的资源可以源源不断，那可以永远让这个横首市他们的那个农作物啊，可以一直可以丰收。雪屋象征着通向水神的神圣通道，而在古代，水神不但是神奇最广、影响最大，还能庇佑百姓永保平安。尤其今年武汉疫情对日本影响甚巨，所以这次的雪季显得格外重要。但不巧，今年遇到暖冬的日本，据说连这450年的传统祭典都差点要中断。这好像因为有下雨，差点好像大家会担心说这次好像可能会办不成，对不对？对，其实在上礼拜的时候就是一直就是今年的雪况真的很不好，那在上礼拜的时候终于下雪了，那就是有一场就是比较大的雪，就是所以就是雪量还算是够，因为当时候呢就是横首市议员的人他们就有说，该不会今年是450年来唯一一年就是无法举办雪屋祭的，就是这个卡玛库拉的马兹里，那所以他们就非常紧张。所以是甜酒是没有酒精的，是不是？嗯，对，干酒是没有酒精的。OK， 干酒是不是？对，它就是用像我们那个丰胸叫什么名字？不是有一个丰胸就是用米做的吗？也是甜酒酿吧？再问你，丰胸是用甜酒做的？我怎么会知道？问错了。嗯，就是用米酿的啦。对啊，真的，这是米酿的，米酿的，完全没有酒精。嗯，哦。阿麦呢？嗯，美味しい。美味しいそう。なんかお客さんがいっぱい来たりとか、いろんな国かな。
てくれたりとかするのが嬉しい。ああ。はい。鎌倉はとても伝統のある文化です。とても楽しいです。ぜひ遊びに来てください。其实真的非常兴奋，因为我第一次进到那个横手的这个雪屋里面。日本人他们做事真的是非常的细心，就是有两个就是像学生一样的服务人员，就是从晚上六点到九点，他就会一直待在里面，就是迎接我们的到来。他们跟来自各地的人接触聊天的时候，这是他跟我分享说，这是他们最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可以把他们家乡的文化告诉给这些观光客。另一个主会场蛇之崎川园，这里的 mini Kamakura， 相信这个景象观众也不陌生。这里啊，就是横手雪季大家会疯狂分享打卡的人间一刻喽。其实现场真的是还是蛮冷的哈，我们看到后面有一群人在烤火，也是外国人。只要看到外国人，不免俗，我们就是要来问问看他对这边的感觉。Where are you guys from?Switzerland. Okay, and how do you guys know this festival? I found it because I was here last year and people told me about it. It looks very nice. It looks extremely nice. The candles and the little snow huts. I'm amazed that like, people can build so many small huts. And like, I wonder who did it. And also, like, I'm a little bit sad that it's raining right now so that the ground is very soggy and there's not so much snow.So, normally, yes, normally there's a lot of snow, no? Yeah. I think it's really nice. It's a shame that it's raining and it's not snowing a lot. But otherwise, it's a nice concept and people are really friendly. And it's amazing that you can also just join as even if you don't speak the language, they so accommodate you really nicely. 这个雪季下雨的确是有些扫兴哦。但若祭拜的是水神，换个角度想，这提早来的。或许就是庇佑人民、趋吉避凶的一场及时雨呢。今天其实很幸运，我们能够看到金谷有路，而整个气势在现场看到呢，还是觉得哇，一生一定要来一次。我第一次到了河床边的时候，就是完全被惊讶到，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人间的银河系的感觉。因为它那个小型版的迷你雪屋呢，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大小，差不多20公分的高。那它就是摆上了非常多的蜡烛，那就是长差不多1公里以上的距离。因为它其实这个祭典呢，它准备在每年的2月15号跟16号，完全就是给牛郎织女他们相遇的，就是日期，就是在它非常。好的贴心的一件事情是，牛郎织女只有在7月7号相遇，但是他在这边呢，他给他们有2天相遇的时间，所以你会觉得真的是太浪漫了。日本东北以台湾人最爱的雪所延伸出的休闲活动相当多元。不论是哪种体验，目前而言。都只能算是口袋名单。期盼着这波疫情早日平息之后，你也能到日本感受到横手雪季与东北粉雪的魅力。